哎，先。我叫林心如，今年14岁，体重140斤。哦，有多高啊？1.65米左右吧。还挺高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子浩，今年12岁，体重130，身高1.5米左右。应该也是都是易胖体质啊。老大呢？准备高考呢。哦，要不在家里备战高考是吧？啊，但是那个大姐听说也给我们寄来了一个短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疼我，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寄宿制学校的孩子，回来的时候他要给我去做一些鱼啊肉啊什么，然后他说你在学校里都吃不到，在家里好好给你补补，然后有回他做的饭特别难吃，那个肉弄得没有味儿，然后说妈的菜太难吃，然后妹跟我说姐你就知足吧，平时你不在家我们都吃不着肉，爸爸和妈妈早上起来一般就是吃面汤热面条，然后就一些酱豆腐咸菜之类的，只有你回来我才有肉。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爸出厂车祸，这明明就是电视剧里的情节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妈一个人就把这所有事都扛下来了，她一个女的，她扛了所有不该扛的事儿，为我爸在医院里窜的，然后我在学校里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好对我的父母，对我妈妈，特别是我爸爸，我说一声爸爸你辛苦了，爸爸你辛苦了。大女儿很懂事儿，她是寄宿学校嘛，一个月就是吃饭一天最少得18块钱，她是吃的套餐，她是为了给家里省点钱吧，找一个饭量小的小女孩合吃，就是早晨少吃3块，晚上少吃3块，一天就能省下6块钱来，就是省下这些钱来都给家里的这个弟弟妹妹买卷子买书，再一个就是他从来他也不买新衣裳，一年四季都是4套校服。你这三个孩子们啊，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感动你的事情？我的这仨孩子都是比较懂事儿，尤其这个二闺女干挺重的活，一袋子玉米都好10斤，她就跟弟弟就说咱俩爸咱妈妈有心脏病，就一吃斤就得吃9心丸，咱俩爸都是比较懂事儿。嗯，小儿子在这个今年也受了一次伤，这手骨折了，他不哭也不喊疼，一直就老跟我说妈妈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你怎么错了，手指都那么疼你怎么还跟我说对不起，他是说我又为家里增添负担了。还好这三个孩子都还算懂事，这是你现在最大的幸福。嗯，因为今天老二跟老三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吗？妈妈，你为我们付出太多了，
你辛苦了，我们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真的辛苦了。